技术雷电的东西的预测的东西，雷身体不吸收了，等于是变成一个循环的排泄物的东西，所以那个功夫是死探头，不是代表雷打我一拳，我探头要练错，雷错啊。那么是攀住对方的手，你去攀住对方的手，你没有发挥雷的探手，